温碧霞近日准备出新歌发放正能量，原来佢已经有16年冇出广东歌啦。其实因为之前海潮演唱会反应好好啦，咁所以公司都话不如可以出啲新歌啦。咁咁啱有呢只歌，佢哋又觉得好适合我，咁所以就又唱翻歌啦。即系同埋都好耐冇即系唱广东歌俾香港啲观众，咁所以好难得可以有咁嘅机会送翻俾中意我嘅 fans 咯。至于佢主演嘅电影《堕落花》月尾上映。戏院虽然重开，但都有限制入座率。温碧霞怕唔怕票房有影响啊？都惊噶，不过而家睇到反应好好，就有个信心喺度咯。同埋见到大家都咁中意部电影啦，咁希望可以快啲解封，即系希望可以大家都好开心咁一班人坐埋一齐去睇一部电影咯。